12月5号，陈妍希在网上晒出一家三口旅行照，照片中陈小鱼、小星星两父子蹲地看红鱼，一脸认真，还甜蜜配文称红鱼好可爱，小星星更可爱，言语之间满是幸福呀。随后陈妍希要晒出美食照，并俏皮配文称醉过醉过，素颜出镜的她看着美食满脸笑意。蒋欣更是好奇的在评论中问道，这是什么呀？陈妍希回复称好吃的松饼。芒果拉新闻，看来一家三口玩得很开心呢。报道。